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女主角。我今天是来拍一个广告的。我在里面的角色呢是我其中一个角色，是一个打机的 YouTuber 来的。不同造型是的，一会你会看到个衣架上面挂了很多衣服。那现在就带你过去看看先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讲一下衣服。今次呢准备很充足，就拿了很多衣服给我们。是任 client 揀的，我們有50種不同 shades 的 khaki 啦，這個是最深的 khaki， 這個是淺一度的 khaki， 這個這個偏綠一點的 khaki， 不是 khaki 的 khaki， 是啦，知不知道拍嘢最开心是什么？就是放饭啦，我哋食饭啦。攰啊！我而家把聲已經，因為今日好多都幾多對白嘅，都要幾 energetic， 所以而家係都攰啦，大家都辛苦啦。但係今日都幾好嘅，就時間上面控制得幾好啦。咁大家都有得準時收工，所以係咯，快啲去食飯瞓覺，拜拜。